Hello， 我系 Bonnie 啊，劲耐冇拍片咯，咁今次咧就想试个新胭脂啦，唔讲咁多啦，即刻发翻个粉底先。呢支 Bobbi 新买嘅，佢本身咧唔系新嘢啦，不过因为转天气，我就想买翻支保湿嘅。佢咧就好薄嘅，冇咩遮瑕到啦，我自己咧都上咗两三层先有翻啲 coverage， 非常之懒咁样咧，我攞个气垫 pop 系咁印得啦。不过我真的很喜欢 Bobbi 的色咯，比较系咯，唔会话好黄或者粉红，同多啲颜色拣咯。不过咧呢一支保湿咧，夏天用真系会溶妆咯。遮瑕咧就 Makeup Guru 呢一个遮瑕膏啦 ，Chris 俾我嘅。因为咧我阵间试个紫色胭脂咪话系紫色啦，咁所以我咧个眼底就落多少少遮瑕膏，咁因为我费事俾我啲青筋影响到个胭脂效果啊。又拿個粉扑推開佢啦，推到好薄咯，尽量啊，化翻个底妆即刻靓晒咯自己。重点啊，就系呢一个唔系新，但系我啱啱去韩国啊嘛，咁就买咗呢个紫色嘅 liquid 胭脂咯。不过我觉得咧，嗱，紫色我觉得几靓噶，但系咧佢有啲咧，可能佢太过水，有啲稀释咗我之前好辛苦放喺面嗰啲粉底同埋遮瑕。嗰種 coverage 有啲影響咗咯，我覺得佢係佢啲浮翻我本身自己膚色嗰種狀態出嚟咯，打得可以接受嘅。我應該上咗三層嘅，起碼，因為我驚你哋見唔到個效果。你見我傻笑，其實我真係幾中意呢隻色咯。我覺得係比較嫩啊，粉嫩嗰個嫩啊，同埋係好自然咯，好啱嗰啲咧想做白裏透紅效果嘅人啊。不過真係用翻啲Beauty Blender 或者是而家啲氣墊 pop 呢啲咧 soft 啲嘅 pop 上咯，唔可以用啲三角啊正方形嗰種上。你可唔開始見到我雙眼發光？其實我已經對咗鏡照咗好耐咯。唉，上完個碎粉之後咧，其實佢有啲將嗰種紫色咧減淡咗，得翻一種嫩嘅粉紅色。咁有少少唔開心嘅我，因為咁我買得紫色就梗係想俾人見到我係。搽咗少紫地咁噶啦，咁佢而家效果系靓嘅，不过咧就系咯靓咯，冇紫色咯，一啲紫色都冇啊！我下次试下紫色嘅眼影 mix 下先。我专登收好晒眉先至拍噶条妆片，画完个眉即刻精神晒咯。单皮嘅苦。上镜后眼影，跟住都仲系擘大眼见唔到啲色。啊，這個、呢个咧系Etude House 嘅，因为我之前去开咗 online shop 嘛，我就买咗啲眼影翻嚟试啦。我都几中意呢一盘嘅，同埋咧有啲人问我点解成日都系画到圆只眼啊，唔试下后面放深色，前面放浅色咁样啦。咁啊，因为我块面阔啊嘛，咁如果我又再将啲重点放喺嗰、那个即系眼尾嗰度咧，咁。咪睇到越嚟越闊咯，咁我想塊面好似立體啲、拉長啲，我就中意畫高啲、圓啲隻眼嘅，就比較可以真係修正到我面型啦。係咁以推鬆少少啦個眼型，因為 blend 得太鬆咧，真係唔會有效果。嗯，唔錯唔錯，我覺得 so far 個胭脂搭個底妝都 OK。呢款 palette 我嗰时拣佢专登系拣呢种有粉红色，佢另外一个好似有橙色噶，不过我中意粉红色好似靓啲，明显啲咯啲色。嗱，画啲闪闪喺下眼线，即刻大咗好多，不变嘅定律呢个系。忍唔住手上尾都加翻啲深色嘅眼影喺个上眼皮度咯，因为过咗镜觉得都仲系有少少泡嘅只眼，所以落多少少啦。其实我是咁照，系照紧我个胭脂咯，唔系照紧我其他部分咯。咁呢个阶段我应该系夹咗眼睫毛啦，搽咗 mascara 啦。咁如果咧你系会中意眼尾画长少少嗰种女仔咧，我就觉得你最好画完条基本嘅眼线，即系唔好长过一只眼嘅长度啦。然后夹埋个眼睫毛 mascara 之后，先画翻个眼尾。我觉得咁样咧系容易啲对称嘅。跟住就梗系落 shading 啦，因为一来 f
富，块面阔啦，同埋咧，因为过咗镜打晒光，真系劲肥咯，同埋我真系唔系细面咯。好啦，嘈一声我已经搞掂晒啦。咁最尾其实我觉得呢啲咁嘅 liquid 嘅胭脂，我都觉得大家可以买嚟试啦，因为好平，啲都系35蚊港纸。靓啦，同埋有少少白里透红嘅效果，我真系觉得好啱香港女仔用。但系如果你系油性皮肤咧，我就唔建议咯，因为佢会完全稀释你个粉底，然后会比较快浮同埋溶咯。咁好啦，如果下次有啲咩得意嘢，我再拍片同大家讲啦，好嘛？有问题就 Facebook 啦，或者 IG 揾我同阿 Chris 啦，好冇？好啦，下次见你哋啦，拜拜。